在我看来，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是湖北省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湖北的今天离不开千千万万人的努力。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荣誉更加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鼓励，鞭策我今后更加努力，不断进步。